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是宠物可以升五星，小冰块，它可以拿到石板试炼的标志。兽人的石板，应该不念了吧？哦，石板都不念了。然后还有增加任务，诶。增加嘞，减少任务开启的金子。因兽人的超越点数增加了攻击力、防御力、体力值最大值。还有石板，然后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精灵高原高级。目前我可以开到两个，一天可以开两个，17之1，15之8。还有其他地方吗？好吧，没什么印象有其他地方。那大概就这样。